要上厕所的哈，请恁家己主动。便所伫后壁，恁知吼？迄、那个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啊，中昼食了安那？赞。真可惜天气伤热啦，那天气较寒的吼，恁就搁较赞。这个有一部分的同志吼，咱已经离开三年啊，到即马三年内底啊，拢无看到人，啊，即马搁倒转来看会到。今日是安那爱被这个法理点招要创啥？你若知影被法理点招，请你举手。哦，安尼啊，来，我甲恁讲，伫今年的文教内底讲啊真清楚。今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少会派8000名入来台湾，这代志金辅通已经替我证实。啊，你讲奇怪，金辅通哪来讲？金辅通伫两礼拜前，伫立法院答复民进党质询的时阵，伊讲啥？伊甲问讲。金代表，啊！你今日回来台湾，你待伫美国当驻日哎驻美代表做好好，你若要回来，你是要回来创啥？听讲外口讲你要回来接行政院的副院长，是不是安尼？金辅通甲回答讲 ：No， 不是不是，我绝对不是要接行政院的副院长。啊，所以我甲问讲，啊，你无要接副院长，要接院长吗？啊，更不对。啊，无你回来创啥？伊讲哦，伊要回来接国安局秘书长，因为国安局秘书长即马是袁建生，袁建生的身体即马无好，啊，所以记者呢马上换一个镜头去问王金平，听讲袁建生身体不好，干么样？伊讲不样啊，身体真好啊。啊，个镜头个谁都回来，金辅通只好从实招来。伊讲啥？伊讲。因为伊要回来接国安局的秘书长的原因，就是要处理今年六月份的国安事件。各位，国安事件还没发生呢，啊，你也知道什么国安事件？因为这里面，我相信美国已经有跟他讲好了，讲啥？讲今年六月开始。美国要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直接进驻台湾台北。但是这个国际上的演变是什么东西？你看看，我刚才用安倍晋三最近的表现，你看看就知道。安倍晋三在最近在这个12月26日早时9:30突然之间宣布，伊讲伊要去祭拜靖国神社，差不多半点钟久，咱就接到伊的秘书讲的，因为原来伫差不多两个月前，安倍晋三的助理有甲咱讲，伊讲啊，今年年底就是十二月的年底，今年年底安倍晋三首相一定要去靖国神社参拜。所以咱在你上课的时阵，甲咱所谓同心讲，我伫演讲里面有听到，就是讲我所谓同心讲，十二月诶，这个月底的时阵呐，安倍晋三会去日本靖国神社参拜。所以咱伫12月21日去日本的时阵，我特别问咱的同心讲，啊有去无？伊讲无咧，无去呢。啊，你想咱无去？但是我在那个咱拍摄的影片回来台湾的部分，我看一个现象，就是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的站在后面这个人，这个相片不清楚，这个人，这个秘书呢，在咱在靖国神社去参拜的时候，都对着咱的身躯边，当时我们去日本天皇要跟日本天皇接受的时候，那个人也站在我们的旁边点点，因为这人身上不离缘投，所以看到知道他，所以这个人说了
十二月二十一号没去，我觉得很纳闷，奈没去。但是十二月二十六号九点半，咱的时间是十点半，咱是十一点的时阵，咱就接到通知啊，讲伊要去啊。安倍晋三，伊为着要表示伊的诚意，伊即边去日本靖国神社参拜的时候，伊挂的内裤带，含伊的左列内裤带，含咱去参拜内裤带一模一样。恁有迄条内裤带，请你举手。啊好，安尼恁买当做安倍晋三啦。安倍晋三所挂的内裤带，含咱赶快，这是表示什么意思？用我与你们同在。当时十二月二一，咱去祭拜以后啊，迄、那个以前呢，安倍晋三伊做总理的时阵啊，首相的时阵，伊有去甲日本天皇见面。伫日本的媒体有一张相片，安倍晋三用跪的，跪伫迄个敢若榻榻米迄类的，跪着皇宫啊，啊日本天皇坐伫椅仔顶，敢若迄张相片，但是无讲话。刷落去十二月二十三号，日本天皇生日，日本天皇发表啥？这几年以来，日本天皇从来没有对二次世界大战发表过任何文字。十二月三二三，迄当阵生日以后，伊讲啥？伊讲，现主席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人牺牲了着三百十万的少年人的生命。一直到今日为止，还阁有的人无法度有自由生活方式，还阁无法度家己来控制。伊在生的时阵，伊一定要想办法来解脱这个问题。各位，日本现主席，迄当初日本人，甲你在日本帝国的日本人，到今日无自由生活方式，受人约束压迫的人，也是什么人？日本台湾人。所以你看，十二月二三，咱去参拜的时阵，你看那镜头，日本的风腰，有甲日本天皇讲，你看头前穿乌的迄阵人，迄阵人就是咱的镜头有几啊摆，甲翕到准准准，日本天皇确确实实。拢知影讲，咱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去日本天皇，伊阁讲，甲讲这话以后啊，日本的安倍晋三啊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我去祭拜靖国神社，有两个重点爱看。第一，伊讲我要让日本永远不要再有战争。第二点，伊讲日本。希望日本这个国家会当变作一个正常国家。各位，难道日本以前拢不算是不正常国家吗？就是以前无正常，唔知今嘛讲要变成正常国家。但这句话，你要注意呢，尤其咱的成员，咱台湾民政府，现主席所追求的是啥？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那要正常化，安倍说日本要变成正常国家，哎，刚才有点类似呢，两个东西不正常呢，现在要变成正常呢。所以各位，安倍晋三说这话，你知道日本的那个政治也是非常的奇怪。安倍晋三他说这话以后，全亚洲地区只有两个国家反对，一个是中国，一个是韩国。菲律宾有敢反对无？无呢。但是日本嘛有去占领菲律宾呢，日本嘛有拍去到越南呢，嘛有拍去到马来西亚呢，嘛有拍去到新加坡、印尼呢。为什么这些国家拢点点？你知影日本去当阵，伊这個日本帝国伫拍。国修建的时阵，伊主要发出的口号是啥？大东亚共荣圈。伊就是讲，要将这西方的势力赶出亚洲，赶出这殖民地。你看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后，
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五十一个国家签。迄个时阵，全台湾国家有几个？五十通遐尔尔。大部分拢是殖民地，包括咱台湾是中国的殖民地。菲律宾迄个时阵嘛是等于是美国的殖民地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拢总同款啊。迄当阵是美国这列强国家伫咱的亚洲啊，控制所有的亚洲，所以日本人会当站起来主角讲，我们一定要脱离这种殖民现象。但咱今日台湾人已经经过68年，他卡内底拢已经无清楚啊，他卡内底所管的拢是中国的思想，中国的唯我独尊，其实他根本就不尊。中国从有历史以来拢是被人侵略，有历史以来人改变朝代就是屠杀，从来没有例外。最近习近平、温家宝、胡锦涛、江泽民因那个家族啊，我给骗出来，讲因拢伫免税天堂啊，储有大量的金钱，我怕的人。拥有差不多85%人的财富，咱台湾现在所面临的也是同样，也是同样这种的很严峻的局面。问题是咱台湾人的头脑还是不清楚，还是有部分的人一直就是说我们是中国人。再说一次，咱绝对不是中国人啊，这个不是中国人，但是因为国民党这68年来的，他用屠杀、用白色恐怖，已经让台湾人对自己本身的生命感到忧虑。尤其是老一辈的人，心里底拢有迄款的恐惧。我相信恁的周边、恁的朋友，赶快有迄个恐惧。所以，咱台湾民政府自从3年前受训以来，一直要甲这个观念要甲突破。我们有没有效果？有很大的效果，但是严格来讲，也是要过一部分的人，那个思想要过未脱离台湾独立的思想。你一定爱将你的思想啊，爱想清楚，就是讲咱台湾的真真正正国际队到底什么物件？什么人讲未当独立？什么讲未当公道？未当加入国际组织？这一定有原因的啦。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民主自由的国家，有选举的国家，谁让他反对？这原来就是按照渐渐法就当来解释所有的一切。所以咱大家共同在这个所在在研究法律，这个法律我会当甲各位讲，包括美国的国务院、国防部、国安局，甲咱讲啊真清楚。你台湾民政府只要叫这个战争法、这个法理给行下去，你们一定会成功。你不定会跟我们说啊，等这么久啊，啊，都没看到。各位，美国实在是做很多工作。美国要入来台湾以前，台生他敢不禁止说，他如果入来，那中国人的军队用台湾人去做兵，遐军队改开枪，有可能呢？伊即摆甲你话就讲，美国侵略台湾，啊，就甲你开枪啊，干不是？所以美国要做一个防范是安那，将军队先甲解散。美国已经伫恁2-3年内底有认真伫做这个工作。咱上课一直讲，现准是今日。中华民国的军事法庭军法已经无去啊，所有的军事人员，迄、那个有关军法的人员啊，全部转业。你若讲要暂时的，应该甲保留嘛，伊那拢无保留，全部军法人员拢变做无头路，转做其他行业。军队无去，军法无去，代表啥？
无军队啊啦，刷入去陆海空三军，有关武器的部分，如果拢从涂掉，你若知影讲后摆迄 logo 要什么款的 logo？ 海军记得见，顶管挂是美国旗，飞机同款，上个明显的，最近阿帕奇直升机，中华民国买30架，594亿，平均一架20亿，那是最先进的，有啊，因为中华民国有一挂飞行员去试飞，试飞有啊，哇，讲那个飞机好棒啊，好先进啊，有啊，但是中华民国马英九去开幕以后，给他算几天，五天以后，美国宣布罗斯派去，普拉佩拉顶完的罗斯派去，派多久啊？派一个月过，第二批交落来也是6架，照道理来讲，是不是要用飞的？不可以，用车雷送，送去到基地。到今日为止，中华民国虽然，谢谢，中华民国伊虽然会交30架的阿帕奇，但是我甲各位讲，这30架的阿帕奇要放在哪？要放在金湖路100号，金湖路100号。金湖路100号是什么东西？是美国亚洲军事指挥中心，它里面所开的钱是占美国所有的大使馆第一名，是对的，在那个阿拉伯第二名，就是我们这个。我已经上过讲过几次，美国有三个所在是租期99年，搁再99年，时间到还可以续约。这99年，搁再99年，三个所在，第一个古巴的关塔纳莫湾，这是啊，美西战争以后美国给占的。但是美国的宪法有规定，他已经不要增加新的国土，所以你看，我们这边公布的台湾关系法30周年，前你前副总统也亚洲顾问叶望辉讲的话，你有看真清楚？因为不增加新的领土啊，你不增加新的领土，但是没有说他不可以租啊。99年或者99年到的时候还可以续约，我讲已经是引导伊啦。你敢捌看到民间为了99年或者99年？无可能嘛。第二个普天间基地，普天间基地这是佐藤荣作和尼克森一人签的，签签以后足趣味的，佐藤荣作就书修上竟然将合约书啊提起引导藏起来，所以日本政府无人知，一直到鸠山的时阵，那个前首相鸠山的时阵啊，一出来跟美国呛声，讲你要搬，我不租给你。美国你要我搬，全合约书提的。美国去谈判的那个人有经过台湾，我有看到这个东西，看一看，你有承认这个合约书吗？看看，鸠山立刻辞职。第三个所在就是咱啊，咱的金马路100号20000平，地下室3层，99年，搁再99年，各位，这代表什么款的艺术？代表讲美国会长期进驻台湾。希望长期进驻台湾，当然啦、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，我们也欢迎美国继续进驻台湾。为什么？美国你来台湾做卫兵，我们台湾人和你见面欢喜啊！我免做兵，那有歹？咱免买武器，那有歹？美国见面到台湾的时阵，按照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他必须要防卫台湾。所以有很多报纸在写说美国不可能防卫台湾，我跟你说那绝对跟你骗的，
因为国际法是美国你写的，你一定要按照国际法来。美国已经衡量最近整个亚洲的变化非常非常厉害，中国跟日本有一天我看在这真短的时间里面会再打一仗，最少日本希望做，但是中国会不会做不一定，因为中国政府官员差不多每一个人怕怕孙孙都去移民去美国，所有的领导者都是美国人的阿公还是老爸，你是要怎跟美国战？但是呢他跟日本他一直想要跟日本再战，但是我个人看法美国是希望他战，但是美国已经二三十年无战争了，美国若太久无战争也撑坏呢，啊，怎么也撑坏？因为武器生产足多，拢无得赢来噻，干不是？所以美国在卫队呢，有两个所在，第一个韩国、朝鲜的时阵，底下的首尔，伊一个天安桥，天安舰啊，去予北韩破炸下，讲北韩甲炸断的有啊，有这个代志，你会记得无？了。美国跟韩国说，喂，人家你那个船炸掉，你也给捡啊。韩国马上说，我的捡也不错啊。但是北韩出来说什么呢？稍等，我没有炸你的船。北韩这个国家很奇怪，什么死人骨头他就敢做，哎嘛，什么死人骨头他就敢给你承认。以前在东南亚，一架客机他给炸掉去，伊马上讲，迄我炸的。伊讲，但是这只船，伊讲我无炸，啊，都奇怪咧。啊，这只船嘛，家己去。啊，韩国人嘛是真侪家乡诶。啊，即摆变成一个无头公案。上载，我唔知啊。但恁即摆讲诶，我意思跟恁差不多。那当时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时候美国有在跟我说，我们要去鼓励南韩对北韩开战，南韩说我不敢要战，我那个北韩的军队啊都不怕死的，我这些都少爷兵可能没法，所以去跟日本鼓励你去战，日本说韩国的船沉了跟我什么关系，所以又没战。现在好加在伊这个中国制造这个问题来啊，天赐良机啊，钓鱼台，尖阁群岛。一方面，美国跟安倍讲，你要坚持这是你的土地；一方面，又跟中国讲，你不是说神圣不可分割吗？现在又跟谁？又跟日本讲，跟日本讲啊哪？伊讲，你怕他吗？你的力量比中国差吗？当然日本会跳起来。所以你要看，现在步步如来啊！现在国外，他本来安倍去祭拜靖国神社，他宣布说，我们日本永远不要到打仗了。自民党很趣味，自民党开会将那个不要再打仗那句话给删掉。在做一伊家己公布嘛，你有去看嘛？但是第一阿伯为疫情，差不多三十天的时阵，咱就已经知影，咱就已经先公布啊。讲自民党要公布讲哦，这个作战的迄句话啊，甲拆掉。足趣味呢，即马安倍呢，我讲哦，政治全世界政治拢共款，所以咱后摆咱台湾民进党嘛是共款，咱台湾民进党啊，一定爱有咱民进党。这个负责的人和这个坏人就要说话要不一样才好，让人听不啦，这个说好这个说不好到底好了没人知道，政治都模模糊糊嘛。但是我跟各位说，打仗是非常有可能的，但是打仗你不用烦恼，不压在我们的身躯顶了，五分钟就结束了。你看我有跟各位说过，日本已经准备好了，他这个潜水艇啊，他每天做足是潜水艇做出来用一年，
讲退休，收起来。内底我看迄个防止生锈的蜡吼，拢拍，啊，佮佮放喺港口。后尾啊，我讲的这个代志，这个啊做政论节目内底有替我证实呢。所以我也告伊讲，那日本的现主席的武力绝对比中国较强，而且呢，佮强了这。我跟他讲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日本人航空母舰在战争要结束以前29台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日为止无半台。谁说无半台？那台不是叫航空母舰啊？那我说航空母舰顶管无飞机的，那叫什么航空母舰？所以，但那架航空母舰呢，因做一点真好，就是它涂得非常漂亮。但迄种无效呢？这架航空母舰，因最近够广播讲哦，伊个咧做3架、4架新的啦。哦，讲在个几年啦，我甲你讲啦，讲爱6年啦，我甲各位讲，6年以后伊嘛做袂出来啦。因为航空母舰的物件有太侪物件哦，它没有办法自己制作啦。我甲你讲一个代志就知影，飞机的发动机。中国到现在是今日为止，我讲的这个时间点为止，所有的发动机无一条发动机是 made in China， 不是为英国甲买，就是苏联甲买，啊，伊是要哪收台啦？所以有真侪代志吼，所以我讲中国想要打日本，不是啦，应该是日本想要打中国啦。干脆甲你拍做一摆吼来解决，含台湾的代志拢做一遍解决，你讲好唔？当然你也好啊，咱都免战争吃好嘛，对不对？咱吼，咱后摆吼，我们就发言甲鼓励，哈、哦。尤其美国今年会宣布，我伫这个文告内底讲啊真清楚，这个文告内底讲啥？讲美国奥巴马一定会宣布讲吼，战争已经结束遮久啊，台湾甲澎湖我们归还给日本天皇。日本天皇会记得哦，现在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千万不要跟日本天皇讲说我们要独立。你若讲我们要独立啊，你还记得日本天皇跟那个习近平讲过哦，他们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卖过土地给别人，也没有让任何一个土地，像亲像啊，就一个国家独立，不是这样子。会安怎？让你主地就真好啊！这个主地什么平衡？跟日本政府同款，让你台湾民政府，让你这个台湾政府内底算起来，人民给你算起来，一人敢那变出一个中立，啊，然后这个中立加写一个呈递报告书给天皇，啊，由日本天皇任命他来当首相。所以台湾会不会独立？我跟各位讲，不会独立。哦，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深植你的头脑里面。但是不一定说独立就是变成国家就是较好呢，你要给他做一个比较，国家跟自治主体啦，是不是国家比较好或者自治比较好？你哪自治除了外交事务我们不要去管，其他的我们可以自己管，跟国王事务我们不用管，这样干不好？第一，你免做兵，免做兵这是大家都爱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第二，你免交税，你如果去什么避税天堂，免啊，台湾本来就是天堂啊，本来就免交税啊，是中华民国这个制度在我们台湾让那些好野人的免交税啊，真正无钱的，咱普罗大众爱去交税，这才是不对的，啊，真的是不对的。所以我看伊今日这个自由时报，哎，这个这联合报后顶，哎，中国时报的头版啊，后顶一个足大片的，哎，旺旺集团竟然把这报社的头家讲啊，你们不要再登了啦。事实上啊，
登不登都无所谓，台湾民政府一执政啊，他们就会知道，你讲对不对？阿伯要做税务人员的，请你举手。拢无啊？哦，那些小弟弟要做。我跟你讲哦，做税务人员，其实你只要公正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台湾实在是太多不公正了。我今日将这个文稿啊，搁再发一摆，这是一月一号有给各位的，给咱各位呢去读。因为你今日咱点招的时阵，咱这个名单，恁当你签字的时阵，你们要注意看嘛。来，你写写，你签字的那一个人，家己志愿，搁主愿，要做台湾民政府的官员。当我们执政的那一天，你会接受我们台湾民政府秉承美国军政府之要求所给你的一个任务。咱即马是算第一铁柱，明仔载第二铁柱。咱讲即马开始呢，我估计哈，我估计，他全部点训完毕，大概32个梯次左右。啊，每一个铁柱，当然啦哈，我原来是预定超200位来报名，差不多80%到70%。当然啦哈，你若讲请假无来，后摆咱会。也会给他们报一次，说你要不要回来，要不要回来点训点招啦，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动作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人回来，啊，很好，大家都见面，啊，稍等要翕相，高雄州、台南州跟台北州第一梯次拍照，啊，春天呢做第二梯次，分做一半一半，啊，明仔呢是第二梯次的，所以有的人是礼拜六他没时间，礼拜天啊他就回来点招，啊，这是我们的预定，啊，那因为时间不很多，咱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来问的吗？我聊一些时间给各位，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？三年没见到一定有问题啦。好，第一，你唔通收了伤早，上少爱六月八月嘛，敢毋是？咱即马开始伫中央伫准备啥？一般的同心同志的法理点招，过来，咱的郡守要有职权训练。我鼓励各位，2月22号礼拜六第四次的郡守考试，我鼓励恁来参加。虽然通过的比例很低啦，差不多1/4不到啦，但是至少呢，你要是恁讲恁拢有读迄个新台湾论，有读个举手，拢举，我知影啦。但是健康考20-30分是要创啥啦？好奇怪呢，你唔通想讲吼，你无读啊，就要来写，拜托诶，无可能啦，你无读哦，靠你的。你的普通常识啊，尤其你报纸看遐济吼，迄个普通常识都一定死的啦。你认真看都不一定考有60分呢。咱即摆，咱的头一摆郡守考试132个，考掉27个；第二摆98个，考掉23个；第三摆124个，考掉25个，很难呢。啊，但是我鼓励你，你来考。台湾后摆需要这个国际法律啊、战争法律啊，来救咱台湾啊，绝对没有错啦。所以你读对你无歹处，啊，迄题变考了，足侪人佫走来讲买书啦。我讲啊，你考试你，啊你啥？你讲啊，唔是，我迄本送予人啊，你假骗，你送予人，你过来假买，根本就是哦，无读啊嘛无买册，就买较贵。无啊，简单。今日大家拢有一本《台湾战争史》第一册，一本《战争史》第一册啊，无真深啦。未讲请新台湾人看超前三页，你就困去？不会啦，这较好看。
这有点类似故事那种那般的描述。所以各位、哦、你可以去读这个，就当你要读这个战争史以前，拜托你先去看新台湾论、啊、所以你当时要袭击，因为郡守我们会职权训练，然后政治局事务局会再点招一次，过来黑熊会点招啊，如果这个都创好势，那个时候就差不多了，尽量赶在六月以前看我都来完成。所以你说要辞职，我会给你通知可以辞的时候再去辞，你不能北京先辞掉。我先跟你说、啊、在民政府是没办法给你辞、啊、来再来问题吧。黑熊人员跟这个点招是不一样的，咱的法理的点招是所有的受过高级班的人的点招，黑熊是黑熊啊，这个叫做郡守是郡守，郡守 都会包含在这个法理点招里面。这个咱已经有三年没回来的举手，都有回来真的假的、哦、有啦，有人举手啦，然、啊、后啊，所以你都常来是不是？啊，你敢大家拢捌？他拄啊，甲恁上课的这五位，恁拢捌嘛？敢不是？伊拢有自我介绍嘛？哈，啊，我来无自我介绍，来来潘良华潘主席、潘副主席。潘副主席哈、哦，这是跟我来讲是革命的老同志啦，为两千零两年哈、哦。上台就是说我在坐办直销的，因为美国起来这是台湾、啊、说要直销公司啦，啊，后来看到听到那个收音机、哦、啊，一起到今天、哦、都工作在一起，很感谢的一个人，给鼓手拍掌、啊、好，谢谢。啊，再给您介绍现在有在这的现场的那个宜兰州的州长，您可能没看，来宜兰州的州长来宜兰州的州长，这体格真好，啊，阿妈非常认真啦、啊、吼，一礼拜开迄个雪山隧道吼、啊，开了七八拜，啊，真可取啦吼，伊、啊、是宜兰州的州长，啊，各位萨凯，来高雄州的州长，高雄州的州长哈、啊，这萨凯。伊是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迄、那个三届。好，过来呢，我甲各位介绍咱这个两个哈，这个叫做咱的班长啦，志光的班长哈，一个就是咱的迄个杨志贺啊，周金龙，请到前面来。哎、欸，恁去食饭，人伊不哩食饭呢，伊拢吼安度吼，大人饭拢食煞哈，啊，才迄落。两个他们两个、哦、一个是姐夫啦、哦、志贺是这个周金龙的姐夫、哦、啊，他们两个都是高沙族的、啊、非常人说杨志贺跟我生了比同款的稍微有型的看、哦、好，来谢谢、啊、我不记得我才有看的我们高沙族的主席，因为我们国际在东西嘛，我拢真久无回来嘛，所以互恁熟悉者。高沙族的主席雅虎，对，谢谢。当然啦吼，咱有还有很多的啊，迄、那个主管吼，啊，即马特别一个，我来甲各位介绍，咱是当过美国成功吼，先摕迄个钱，摕因兜的土地吼，去抵押。啊，互咱下当迄150万，迄个头一遍的迄个钱的迄个人叫做啥？就是张明显，张农民党的主席，哎、嗯，农民党的主席哈、哦，这个周主席哈、哦，和我熟识真久啊。为什么时阵呢？我两个拢是末代的国大代表，啊，但是呢，因为要修宪前三天我辞职，啊，伊无辞职，然后底下那个奋战。但是呢，国民党拢不爱插伊，媒体嘛不爱插伊。啊，落尾阮两个啊，刚好插完了。伊吼，伊你甲看伊吼，伊虽然年纪
嘛，够要个真轻啦哈，七十岁了嘛，对不对哈？但是呢，他的思想非常非常清楚哈啊，所以呢，咱有真侪代志哈，会当来完成。他咪讲，有真侪，咱这个民政府哦，会当办到今日哈，一定是有真侪人牺牲，无讲牺牲性命啦哈，就是牺牲家己的真侪利益哈啊来造成的。所以民政府的完成不是讲啊某一个人的功劳，所以我唔敢讲吼。我有很大的功劳，我只不过是哈，这个论述，这个法律，我读得真精，甚至呢，和美国都甲咱配合，所以呢，这点我嘛很自豪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后要甲各位介绍一个人啊，就是我三年前迄阵还袂娶某，我即摆已经娶某啊，我的太太伫后边来。我的太太哈、哦，跟我赶快玩谢林啦，哈、哦，人讲哈、哦，我太太玩谢林，人讲哈、哦，肥水不落外人田嘛，拢谢林的。啊，我跟您保证哈、哦，伊是邦桥人啊，分啊做啊做啊台湾人，伊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拢是台拢是邦桥的人啊，这个、四二五的台独事件的时阵哦，吼。伊上可怜啊！拄我结婚尔，就去用打入讲吼，是中国人的特务，实在是无成啦吼，够成，无啦哈，好啦，谢谢。啊，我太太吼，他们讲吼，对我哈无愧我啦，因为吼，伊讲吼，啊你拢无伫困嘞哦，我逐工拢伫写，暗时两点、三点、四点的时阵哦，拢甲美国爱联络，迄阵是免怎困？啊、所以有很多东西、哦、接到我的那个 email 都是什么都是三个半面三点七点、啊、我六点就要起床、哦、你们是我们这些上课我也六点就要起床，所以要跟各位就说我们大家希望我们有时间、哦、都要倒回来好不好，你有时间、哦、回来我们这看 你今天来的时候你大门口你没有看到我们的国旗拆起来，我们已经今天已经拆起来，稍等来翕相的时候你就看得到那大门改到有够气派，人讲有爱去跳啊，那遐尼啊大机，我国家的嘛当然嘛大机，这不是徛街呢，是国家的跳啊，足大机的。所以啊，感谢各位哈、哦，伫这三年来哈、哦、啊，对我这个论述哈、哦，我这个法律论述啊，得行，但是我会当用生命给各位保证，我们。民政府一定成功。好，安尼咱。